Hello， 韬光的观众大家好，今天呢万代公布了一套 HG 龙珠的新品消息，我觉得非常有趣啊，介绍给大家。这套全名呢叫做皮拉夫团伙完全套装，配件包括了皮拉夫大王、小五、阿修手办各一个，其中皮拉夫高度4厘米，小五高度约8厘米，阿修 4.5 厘米，还包括了皮拉夫机甲全高 8.5 厘米，小五机甲全高17厘米和阿修机甲全高21厘米。根据官网介绍，这个套装最特别的地方啊，是在于这是 HG 系列首次使用了可动设计，三个机甲都做了关节，机甲的前盖可以打开放入三人组的小模型，而手臂呢也是可以转动的。另外更有趣的地方呢，是三台机甲还可以合体组成一个高达30厘米的组合机甲，使得可玩性大大的增加。这套皮拉夫三人组的售价为15000日元，约合人民币696元、752港币、3120台币，将会在2024年9月发售。另外魂地台系列，也就是魂 stage 系列呢，也将会推出以龙珠为主题的魂网直营店专属的地台，有七种不同的样式搭配 SHF 使用，详细情报呢日后将会公布。 OK， 以上呢就是本期的龙珠资讯了，喜欢这个系列别忘了订阅韬光，我们下期见。